Ni hao, assalamualaikum. Ni hao. Waalaikumsalam. Asyad,你为什么突然中国起兵起电给我们？哦，嗯，我想念我的朋友。自上次见面以来，已经很长时间了。你们好吗？我们好，我们好。阿夏，你好吗？嗯，我很好。Saida, 你吃了吗？哎，已经，我早些吃了炒饭。嗯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我们的最后一堂课是在8月中旬，对吧？我们去对家怎么样？我们要去哪里？那个最后？邓家楼怎么样？你们还好吗？嗨，朱姐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好主意。在邓家楼有很多美丽的沙滩，我喜欢沙滩。嗯，那地方是因为我担心我爸爸不用书，我走得很远。我敢肯定你的爸爸允许你住独家，我们并不容是一起住三屋。嗯 ，I mean， 嗯，你爱吃对吗？邓家楼的食物很好吃。我很依赖有几想吃。可罗布雷克邓家楼，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好吃的可罗布雷克。哦，看起来很有趣。我们想在哪里打几天？我认为3天两夜就足够了。哦，邓家楼有很多有趣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去。很有趣，我们等不及要走了。等，我们怎么去哪里？坐汽车还是别的吗？我想上飞机，因为我的家住杭州的。邓家楼很远。哦，我想请公公骑车去那里，因为那里只有3个小时的路程。嗯，我想和赛达一起乘坐飞机，机票很便宜。阿尼斯，那你呢？我也想坐飞机，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。哦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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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我们将在邓家楼会面。我们要去哪里睡觉？哦，现在我听说最近邓家楼的速度变快。我
我想要宾馆海景酒店。哇，我觉得 bermain bingguan 很合适。 bermain bingguan 的前面有海和景点比较近的。好的好的。Anis， 将为我们预订房间。谢谢 Anis。 谢谢 Anis。 谢谢 Anis。 谢谢。我们还有说什么？快到中午了，我什么都不做，我姐姐要我为她煮炒饭。哦，我想给我的姐姐做炒面。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结束对话，我得走了。我想去银行借时间。我也想去商场，我想买些衣服，我会再打给你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的，谢谢，再见。谢谢，再见。Assalamualaikum。Waalaikumsalam. Waalaikumsalam.